又来拼积木了，粉粉嫩嫩的颜色，还有旋转音乐盒，好精致的小茶杯。拼积木的过程也太治愈了。很享受找颗粒的过程。杯子倒出花的悬空，它在旋转八音盒，呈现立体幻境效果。亮灯后，音乐声慢慢响起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赶快亲手给它拼一个花言茶语。是音乐盒，也是小夜灯，没有哪个女孩会不心动吧。